28连续假期刚好是饭店住房率较高的时间，为此我们也特别跟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来做一个消防体验营的活动，希望借由这一段时间的高住房率来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一个防灾知识，邀请这一次入住的大朋友以及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在2月25号还有2月26号两天，让他们可以借由一些特别的活动，例如是水袋保龄球，或者是防烟屋，还有搜救犬这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一个活动，来加强自己的防灾意识，也希望借由这一方面的一个消防体验营的一个机制，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了解到重要的一个防灾概念。住的房间，好，然后你进到房间中，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关门。很棒，来关门，帮我把门关起来。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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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关门，没有关门，关门，关门，嘿，对，把门关起来。为什么要关门？跟叔叔说。因为那个烟才不会进来比较慢。哦，对，很棒哦。那关门 ，OK， 好，等一下哦。关门之后还要做什么动作？把窗户打开。把窗户打开，很棒。那你关门的时候，你有塞门缝吗？你有塞门缝吗？有一些有，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好，没关系，叔叔就认为你有关了。哎，哎，你现在打开窗户，打开窗户的目的是什么？要就是进来的烟让它跑出去，然后你头还可以伸出去。哦，头伸出去啊？可不可以往外跳？不可以。为什么不能往外跳？你往外跳，你就掉下来。你不会飞吗？不会飞吗？来，帮你打开喽。飞！我们三个小朋友。把这些放着，然后你想办法把它打倒。把它打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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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可以吗？好，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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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